跑去跟咱保生大帝拜拜，祈求保佑众国女儿一臂之力，发挥她的神力，从这下面能够为我们台湾能够拿一面奖牌，现在确定这个竞技市场是接下来也希望说就是按照这样子稳扎稳打下来这样，还是说你感觉有没有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其实我觉得我女儿跟云茹同学两个都非常表现得非常好，现在呢就是过关斩将，反正一步一步按照他们的目标来完成。我也期待我女儿跟我答应的要做到。女儿跟你答应什么？要拿金牌回来。哦，一定要。好，谢谢。